诗篇四十二篇一至二节：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好，让我们就用诗歌一起去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赞美荣耀上主，天君齐声颂扬，能力与尊贵并权柄，基督堪称景仰。歌声高亢嘹亮，千秋宇宙回响，万众欢呼响，全地拥戴基督为王。赞美荣耀上主，主爱难以猜透，流尽了宝血作赎价，这罪恩典丰厚。基督尊贵崇高，竟当代罪羊羔，万主之主当配尊重，千世万代无穷。心欢喜，成就救恩计划完美，基督早已得胜。主恩丰富无比，牺牲为罪人死，万主之主想赐永生，甘享新生福气。基督尊贵崇高，竟当代罪羊羔，万主之主当配尊重，千世万代无穷。万主之主当配尊重，千世万代无穷。信实，你的光辉照耀恒常未变，无尽不息的爱，一生不终断。昨天、今天、永远，永不改变。
主啊，我呼信，你满有信实，你的光辉照耀恒常未变，无尽不息的爱日新不终。昨天、今天、永远，永不改变。主恩何信实，主恩极广阔，每一天清晨，神怜悯可见，我今所需。起手早奉呼共敬，主恩必可信靠我心内人。路加福音七章一至十节，耶稣向群众讲完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有百夫长所重用的一个奴仆病得快要死了，百夫长听见耶稣的事，就打发犹太人中几个长老到他那里，求他去医治他的奴仆。长老们就来见耶稣，恳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人民，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的时候，百夫长派几个朋友来说，
主啊，不必劳驾，因为你都卸下来，我实在是不敢当。我也觉得没有资格去见你，只要你快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自己在别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作这个，他就作。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奉派的人回到家里，见那奴仆已经好了。弟兄姊妹，愿意藉着这一段的圣经，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对神的信心每一天每一日都不会动摇。真的无论岁首，无论是年终，知道神的保守、安慰、带领一定陪着我们，一定同我们一起。因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你永不舍弃我。
星中，你亦陪我过。过去今天如何，有你恩典加多，这一切也靠着神关乎。你说始终会伴我秋冬春雨夏，同我保守我引导一生，信靠恩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信靠恩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嗨，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吗？我哋都 OK 啊，我哋都系啊，好感恩仍然有健康，难得咁齐人，继承我哋家庭事工嘅传统，同大家拜个年啦，将新年嘅祝福送俾大家啦，家庭事工同仁，祝大家牛年身体健康，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家庭和睦，恭喜恭喜。信实谷宣道会再一次欢迎弟兄姊妹在网上和我们来到敬拜，在这里我要再一次代表信实谷宣道会来到多谢我们的弟兄姊妹。昨天是我们二月份第二次的这个食物派送站的事工，我们有这个可能是纪录，我们有差不多40位的弟兄姊妹是从我们信实谷宣道会出来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到去同工，来到去配搭参与这个工作的里面，来到服侍我们这个社区。我们也很开心见到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的青少年，他们都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都有很多都出来帮手。
而最令我心里边咧兴奋嘅就系我见到咧，我哋嘅呢一班所谓嘅第二代咧，我哋呢一班嘅青少年咧，佢哋出嚟帮手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好认真嘅嚟到去工作。所以喺度咧，我要再一次代表教会咧嚟到多谢我哋琴日出嚟帮手嘅弟兄姊妹同埋我哋嘅青少年。我亦都要多谢咧，我哋弟兄姊妹当中有好多人咧，虽然你未能够出到嚟亲身嘅嚟到帮手，但我知道咧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喺屋企为我哋摆上祈祷，亦都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喺呢个奉献上嚟到支持呢个事工喺度咧，我都代表教会嚟到去多谢大家。我哋好感恩透过同唔同嘅人嘅一齐嘅合作配搭咧。我哋每一個月都有機會可以嚟到去準備一篇嘅短文，福音嘅短文咧，又用四種嘅話，我哋有英文，有西班牙話，有中文，有粵文。呢個就係神帶到嚟我哋教會嘅人。我哋咧喺佢哋排隊等緊入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咧每架車嚟到將呢四種語文嘅短文咧，大家都已經收到噶啦，派過俾佢哋。我请大家继续嘅嚟到去祈祷，因为咧呢一今个月嘅呢一份嘅文章咧，就系讲到呢个手电筒，特别讲到咧耶稣基督就系世界嘅光。请大家继续嘅为呢一班嘅我哋嘅社区嘅人咧嚟到祷告，求神咧喺佢哋嘅生命里边咧嚟到我哋教会嘅时候，唔系只系得到呢一个肉体上嘅呢一个需要嘅满足，佢哋更加真系能够俾神打开佢眼睛睇到咧，耶稣基督就系世界嘅光，唯有耶稣基督系佢哋嘅依靠，唯有耶稣基督系佢哋真正嘅满足。所以喺度咧，我再一次多谢大家同我哋一齐嘅配搭，无论我哋系亲身嚟到去帮手嘅，或者我哋喺幕后嘅大力嘅祷告，同埋我哋金钱上嘅奉献。在这里衷心的多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关心我们的社区，也很感恩我们这个启发的教养孩童的课程，我们已经有差不多12位的弟兄姊妹报名来到去参与这个工作的里面。这个事工呢，经过我们的计划呢，我们应该会在复活节之后才来到 去进行，就是大概在4月中的时候。咁大家記得咧，唔理我哋做嘅呢一個教養孩童嘅啟發課程啊，為期十個禮拜或者十二個禮拜，我哋個目標咧，到最終咧，其實係繼續陪伴呢啲人咧同行，直至到咧佢哋委身於基督，直至到佢哋相信耶穌基督，都稱耶穌基督為佢哋救主同埋佢哋生命嘅主。我哋工作未完成，因為呢個就係耶穌基督俾我哋嘅使命。所以多謝弟兄姊妹嘅參與，亦都請大家咧繼續嘅嚟到為呢啲嘅事工嚟到禱告，求神咧打開我哋嘅眼睛。好似耶穌基督一樣，睇到咧呢一啲嘅人咧係困苦無依，佢哋需要大牧人耶穌喺佢哋嘅生命嘅裏邊。就讓我哋喺呢個時間一同思想神嘅愛，我哋要禱告。主，我哋聽到你喺你自己嘅話語裏邊提醒我哋，你話我哋要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你透过约翰告诉我们，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不爱人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神就是爱。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藉着他而活。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你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你吩咐我哋亲爱嘅，你话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就我相信你叫我哋彼此相爱系基于你自己嘅爱，但你叫我哋彼此相爱嘅时候咧，你唔系只系咧叫我哋咧，我哋喺呢个信实谷宣道会嘅四面墙里边咧，我哋嚟到彼此相爱，你更加咧系要我哋去爱人，因为我哋曾经咧都好似呢啲人一样。是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今天成为了你的儿女。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需要你的光，他们需要成为你的儿女。而你的计划，你的心意就是将这个使命，这个责任托付了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用你自己的爱来去激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好像昔日的使徒，他们不能不讲，
他们不能不说，因为你在他们心里面那个的作为，你在他们心里面那个的恩典，你在他们心里面那种的大爱，是这样激励他们。我就求你呢，今天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到激励我们。所以当我们呢出来 去服侍我们的社群的时候呢，主我求你呢开我们的眼睛，以致到呢我们看他们呢好像你看他们一样，是困苦无依，他们需要牧人，他们需要大牧人耶稣。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给我们有这个的，有这个的渴求，有这个的渴望。我们不是只是呢单单要来到满足他们肉体上的需要，我们更加渴望，因为你的爱的缘故呢，我们要呢来到将你自己带过给他们，我们要呢看到他们在灵里面都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 才知道呢我们是完成了我们的责任。主，我们不是为教会增长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为其他的原因，我们单单是为了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你的心意，我们为了我们爱你的缘故，我们做这一样的事情。因为你跟我们说，你既然这样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要使我们藉着祂而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显明的时候，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你都要我们这样来到爱的人，将这些人都有机会来到藉着耶稣基督来到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个感动的工作，挑战的工作。主，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都听到我们肢体当中有弟兄病情严重了，恶化了，我求你医治，求你扶持家人，扶持他们的仔，特别在这个困难的时间，让他们举头仰望你。主，我们又听到我们有家庭，有我们至亲的家人在医院里面病危，主，求你呢再一次的来到去临近，再一次的来到去扶持这些面濒临绝望的家人。我们多谢你，因为在绝望的当中，我们因为你，我们可以再有盼望。当我们面对或者我们在死亡的边缘的时候，我们听到耶稣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我们有家人离世，忍着疫情的缘故不能够去奔丧的，心里面的难过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但是你知道，我求你怜悯。主，我们都思想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你自己的供应。主，因着我们对你的爱，因着我们对你的感谢，因着我们对你的顺服，我们将我们的金钱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奉献，求你悦纳，分别为圣，用在你的圣工上，也都求你大大的赐福给这些在困境的当中仍然选择相信你，将我们的奉献带上的弟兄姊妹，求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他们，因为他们是奉献得甘心乐意的。主，当我们要继续来到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求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祷，阿们。让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来到聆听神的话语，一切由爱开始。 Hello， 大家好，跟住落嚟咧，我哋系讲到时间啦。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做个祈祷先。主啊，求你都系喺一刻帮助我哋各人，当我哋嚟到你面前听你话语嗰阵时候，求主亦都系帮助我哋静低落嚟啊，俾我哋喺以下时间能够系 focus 喺神你嘅话语上边。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忧虑，我们很多烦扰我们的事都暂时放低，而是尝试在这段时间思想你的话语，求圣灵对我们说话，藉着讲完的口将你的信息能够讲给每一个人听见。求主，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一个的谦卑，有一个渴望的心来到你面前，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主耶稣名求，阿门。Hello， 大家好。喺我哋疫情唔经唔觉都差唔多成年啦。唔知道大家喺呢段时间喺屋企咁耐，最 miss 啲乜嘢咧？即系除咗翻教会啊、翻团契之外，有啲咩最挂住咧？
有啲人咧就最挂住咧，就系因为出唔到街食嘢啦，变咗成日都要屋企煮饭喎。咁有啲嘢想食嘅都食唔到，就算买外卖啦，买屋企翻嚟嘅时候咧，都已经太冻啦，或者系都唔想出街攞，麻烦都费事去买。有啲人咧最 miss 咧就系啲细路仔翻唔到学啦，因为翻唔到学缘故咧，佢哋成日都要喺屋企啦，变咗大家咧除咗翻工之外咧，仲要照顾佢哋。咁另一样嘢咧，我自己最 miss 咧就系当你有假放嗰时候咧，唔觉得有假放噶，因为你去唔到旅行啊，变咗系就算放长假。好似 Christmas 之前咁樣都唔能夠去邊度，都要喺屋企度過。咁其實講開去旅行咧，有一笪地方咧，好多人咧都曾經去過或者係會想去嘅，就係、是、羅馬依笪嘅城市啦。咁喺羅馬度咧好多嘢睇喎。咁大家見到幅相咧，大家知道咧依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多人會去睇嘅景點啦，就係、是、嗰個鬥獸場啊。咁另外又有依個叫做咧多神廟啦，或者叫萬神廟啦，就係咧入邊咧放咗好唔同嘅神喺度敬拜嘅。當時啲人咁出邊嗰建築物非常之靚啦，嗰啲大柱啊，好似而家一般俾你見到好即係好特別嗰種嘅建築物一樣。咁另外依度，大家知唔知邊度咧？就係、是、叫 Spanish Steps 啊，就好多樓梯嘅啫，冇特別嘅好多樓梯嘅啫。但係咧就好多遊客咧去到嗰度咧就會坐喺度影相啊，或者坐喺度休息咁樣樣。另外依度咧就係、是、另一個叫池，依、这個池咧啲人叫許願池啊。咁你去到嗰度咧就好靚嘅，就好多人亦都係。但係去到咧一定要咧掉一個銀仔然後許願啦。咁講開羅馬依笪地方，除咗頭先我睇有咁多唔同嘅可以俾人去嘅景點之外咧，其實有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好特別嘅、哦，就係佢哋嗰個嘅軍隊啊。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公元前啊八世紀嗰時候咧，古羅馬其實咧依笪地方咧只係一個小鎮嚟嘅啫，係一個唔係好大嘅城市嚟嘅。但係點解能夠變成日後一個咁大個羅馬帝國咧？其實就因為咧佢有一隊非常之厲害嘅士兵啊，呢隊軍隊啊。咁要成為呢隊軍隊，要成為參軍嘅話咧，第一你要一定要係羅馬嘅公民先可以去參軍嘅。第二咧，如果你投入咗呢個事業嗰、那個依個嘅戰場嗰時候咧，你起碼咧一做咧要做25年嘅、哦，即係唔能夠話做幾年咁啊走咗去，一做要做25年。咁除咗佢哋要負責打仗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候佢哋要喺自己嘅一啲嘅領土上面咧，係負責其他事務嘅，譬如佢哋要巡邏啦，譬如佢哋要負責一啲建築啊，建築嗰啲路啊，或者建築嗰啲城堡咧，都佢哋要做嘅、哦。今日我哋咧要睇一個羅馬嘅士兵，呢個軍銜咧就叫做白夫長。個題目咧叫做配定係唔配咧？咁我哋會睇路加福音第七章一至十節嘅。先看第一部分，就是有些人认为这个人是配的，这个白夫长是配的。第一节这里讲到耶稣向众民讲完这一切话，就进入加百农，有一个白夫长。白夫长刚才讲过是一个的军衔来的。大家看到幅图画，白夫长他就好像一般的兵士之外，他有一个盔甲，是吧？有个剑，跟住有特別嘅鞋啦，除咗依樣之外咧，佢頭頂啦，佢有啲紅色嘅嘢咧，半圓形喎，大家睇唔睇到啊？就係咧方便咧啲士兵打仗嗰時候咧，認出揾到咧嗰個嘅白夫長喺邊度，而帶領佢哋打仗。咁白夫長咧，顧名思義咧，就係管理100個士兵到嘅大概。其實實際上咧就係大概80個，不過佢哋叫白夫長。咁要做成為一白夫長咧，你做打仗咧，至少打咗15年或者20年以上啊。而你咧，另外咧，你嗰個嘅表現係特別好嘅，先有機會能夠升到成為一個白夫長啊。就好似而家有少少似而家嗰啲 captain 一樣啦。咁白夫長咧負責事項咧，就要負責嗰個紀律啦，你一隊人個紀律啦，你訓練佢哋打仗啊，同埋咧，當你打仗嗰時候咧，白夫長咧就要企喺個前線啊。就是帶領啲人去打嘅，所以係一啲都唔簡單啊！成為一個白夫長，
咁除咗呢度我哋见到有个百夫长之外咧，其实其他嘅圣经新约入边咧都有百夫长个出现，有唔同嘅百夫长嘅出现。譬如喺马太福音呢度，耶稣咧喺钉十字架临死之前，佢就讲翻话就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当然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跟住百夫长咧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所以又见到咧，当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咧，有其他嘅人在场，其中有其他嘅百夫长在场咧，就系咧见到耶稣临死之前讲呢番话，一见到佢钉嗰时候嗰个情况咧，佢又将荣耀归于神，而系觉得耶稣其实系异人，唔系一个罪人，系唔应该钉死嘅。另外，一笪地方系有百夫长出现咧，就系喺《使徒行传》第十章啦。呢度话喺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做哥利流啊，系意大利型嘅一个百夫长嚟嘅。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常常向神祷告啊。咁呢个另外一个百夫长咧，就负责管即系另外一个营嘅，就叫意大利型嘅名。咁佢咧好特别嘅，佢咧就系唔系净系一个军长咁简单啊，佢一个虔诚个人嚟嘅，而佢咧系敬畏神添。所以呢个百夫长咧就系一啲外邦人，一啲罗马嘅公民，而系归顺咗当时嘅犹太教啊，所以佢就叫敬畏神，话佢系敬畏神咁解。而佢咧成日做善事，亦都有做祈祷嘅。其实呢个百夫长咧，同我哋今日睇嘅经文有啲相似嘅，都系一啲敬畏神嘅人嚟嘅。咁翻翻去路加福音度啦，咁呢个百夫长咧，佢有一个咧器重的一个仆人，就快要死啦。而跟住听到耶稣嘅事迹咧，就托啲犹太嘅人嘅长老咧到耶稣那里去，而求他来救自己嘅仆人啦。咁呢个百夫长咧，有啲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好顾惜、好顾念佢仆人嘅。有一个咧特别系好器重嘅仆人，就嚟病死嗰阵时候咧，佢非常之关心佢咧，就揾咗啲犹太人嘅长老啦，就系希望犹太人长老咧去到耶稣嗰度面前咧，又叫耶稣咧帮佢咧救翻佢自己嘅仆人。跟住咧，第四节话，呢个长老咧就嚟到耶稣那里啦，咁佢哋就好殷勤地恳求他说，一恳求耶稣，这人配得你的帮助，因为他爱我们的子民，又为我们兴建了会堂。跟住耶稣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咁留意啦，呢度用一个形容词话佢哋好殷勤咁样求耶稣啊，即系话佢哋好。好想耶稣去帮佢啊！哎呀，唔该你帮佢啦，佢值得帮噶，佢配得你帮助嘅，你应该帮佢啊！你冇理由唔帮佢啊？点解啊？我因为咧，依个百夫长其他人唔同啊，佢咧好爱锡我哋啲民族噶，好中意咧，好爱锡嗰啲咧犹太人嘅，而且咧佢仲咩啊？为佢哋兴建咗会堂、哦，即系话咧佢哋嗰个会堂咧，就好似而家教堂咁样咧，呢、这个会堂嘅点解能够起成咧？就因为百夫长咧就系喺会堂上边咧捐咗好多钱俾佢哋啦，所以咧我哋而家明白啦，所以百夫长点解咁想耶稣帮佢哋嘅？因为佢觉得咧想报答翻呢个百夫长曾经为佢哋做嗰啲事。咁睇咗呢段经文之后咧，我又谂起以前成日睇一啲嘅电台节目啦。咁电台节目嗰阵时候咧，你喺下边咧，某些节目咧下边都会见到人嘅名嘅。譬如见到陈大文$100，跟住有个细路仔叫小强捐咗$50，跟住有一个国宝捐咗$200 whatever 啦，系嘛？我哋见到一列嘅名，跟住咧亦都列咗佢哋咧每人捐咗几多钱嘅。大家估唔估有咩节目啊？大家可能知道啦，系咪？就系咧，你特别去一啲嘅慈善嘅节目啊，去筹备嘅，即系筹备咩医院啊，捐钱啊，咁就会有个节目咧，专系叫人筹款嘅。筹款嗰阵时候咧，佢就会打出咩人捐咗咩钱，而放喺下边嘅。咁然后咧，
对个节目就完嗰时咧，就会揾一个最有钱啊，或者系一啲嘅名人咧，就系、是、咧捐咗唔知几多百万咁样，就加张好大张支票咁样出嚟，跟同人影相咁样样。当我睇见经文，又谂起呢个嘅节目咧，我哋好多时咧就会咧将啲咩人捐个咩钱咧，就会系会讲俾其他人听，以至咧能够更多人咧，希望更多人咧能够为你某一个嘅慈善嗰个机构咧系筹款嘅。咁呢度咧就系、是、十七世纪嘅时候嗰个嘅教会嗰个嘅摆设嗰啲凳嘅摆设啦。大家见到佢嘅凳嘅摆设咧，同而家普通教会唔同系咪？即系一般嘅教会，如果坐啲木凳咧，通常系打横一排排噶嘛，系咪？但系佢呢啲凳咧，以前咧就系、是、一格格噶、哦。咁点解一格格咧？一格格咧就系、是、咧每一格系俾某些人系坐嘅，而嗰啲人咧就系、是、当你喺教会嗰阵时候，你捐咗好多钱咧，咁你咧就会咧有资格咧拣你边一格系属于你坐噶啦。咁咧喺个喺嗰个位嗰度咧就登就放咗你嘅名啦，而其他人咧就唔可以坐嘅。换言之，即系捐得越多钱嗰人咧，你就坐咧可以坐得越好个位，听到嗰时咧越听得清楚啦。咁大家知道，而家我哋唔会咁做啊，绝对系嘛？我哋绝对喺凳嗰度咧唔会话写低边个名啦。如果系就真系唔得掂啦，系嘛？我哋亦都唔会 expect 我哋咧捐咗钱俾教会多咧，我哋咧就会系有啲咁嘅即系特殊嘅服务。而家已经唔会有啦。咁而家我哋奉献咧都系将个袋传到嚟，然后将钱挤落去咁样，即系冇人即系冇人知道你放几多钱嘅咁样。虽然系咁讲，咁但系其实当我哋奉献咗之后，其实系唔系真系完全系觉得？是对教会是没有一个的所谓特别的期望，希望教会帮你做一些事，其实又不是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捐了钱之后，我们回到教会，譬如见到一些不满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些、就是、反映出来的。譬如你如果有小孩的话，你来到教会这样崇拜，希望跟住 expect 教會要有嬰兒服務啦，你冇嗰時候咧，要覺得唔搞錯，咁教會點解佢冇嬰兒服務咧？咁我帶只細路仔嚟，我點崇拜咧？咁樣咁我即係我都捐咗咁多錢啦，我都有手奉獻啦，即係咁簡單嘢點可能冇㗎咁樣？或者咧，當你又耐唔耐咧，有時冷氣機壞咗嘅時候咧，咁你就會話：啊，有冇搞錯啊？我捐咗咁多錢，個冷氣機咁簡單個嘢，整咗咁耐，點解可以整唔好㗎？又或者？廁所有陣時塞咗，又或者你嚟到之後揾唔到一泊車嘅時候，咁你心底咧就會有個埋怨啊！有冇搞錯啊？俾咗咁多錢教會，教會咁簡單嘅嘢都做唔好嘅咩？咁其實我想問嘅就係、是，我哋大家好可能雖然而家我哋冇好表面咁樣同人講，我捐咗錢應該得翻啲咩服務，咁但係其實我哋當我哋心底裏邊埋怨嗰陣時候。其实很多时候就因为我们 expect， 因为我们捐了钱的缘故，我们奉献了缘故，教会就应该是对我们 provide 一些某些服务。其实这种所谓的消费者的心态是对于教会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变了你来得到服务是因为你给了钱的缘故，而其他人服务你是因为你给得多钱。而在教会入面，我哋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都是不是受薪的，都是自愿是在教会度服侍的。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带着一个被服务的心态，也都更加不应该带着一个是应该得到服务的心态。因为其实我们捐了钱，大部分的钱都是给，有部分是给全世界侍奉，当然是，但大部分都是给外面的一些的机构，一些宣教机构和宣教士。第二点看就是想看、哎、我不配得。当长老跟耶稣说这人是配得，这配得这个希腊的原文呢、就是、意思就是 deserve， 就是他 deserve 这件事，他应该有这件事。继续看第六节了。
第六节嗰度 deserve 嘅字出现过啊。第六节又话耶稣咧，听完之后咧就和他们一起去。耶稣离那家不远的时候，百夫长又托一些朋友来对耶稣说：主，我不必劳驾，要你到卸下来，我不敢当啊。咁留意啊，呢个不敢当呢个字咧，原其实睇翻个希列文咧，其实系配得咁解啊。如果其实佢意思就系我不配得啊。咁其实呢度见到好大嘅对比啊，系咪啊？长老认为百夫长系配得耶稣帮助嘅，但系百夫长咧，佢认为自己系唔配得嘅。就算耶稣离佢屋企，佢都唔好嚟啊，即系唔好劳驾你啊，唔配得你嚟嘅。咁点解百夫长有咁嘅反应咧？点解耶稣话去屋企即系医佢嗰个仆人嘅时候，百夫长话：唉，唔好嚟，我唔配得噶，你唔好嚟啦。咁系冇似而家咁样，即系牧师话：啊，得，我打电话俾你，我哋探你啊。咁你就诶唔好啦，牧师你唔好嚟啦，因为乜乜乜嘢咁样，因为你其实系仲未执屋啊，或者系你通常有人嚟嗰时咧，你要执屋啊，整好靓靓啊，特别牧师嚟咁样，所以你又觉得唉唔好嚟啦，牧师咁样。其实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咧？我相信唔系啊。呢个百夫长咧，佢系一个系头先讲过啦，佢能够捐咁多钱俾教会咧，佢一佢屋企一定唔差嘅，一定系好靓好大嘅，所以唔系因为屋企太细，所以唔希望耶稣唔好劳驾耶稣嚟，佢唔配得，唔系咁嘅原因嘅。如果唔系咁嘅原因，系咩原因咧？咁我哋睇另一段经文咧，我哋会揾到啦。咁头先讲过咧，《使徒行传》第十章度咧，有个人叫有一个百夫长咧，叫哥利流啦。哥利流嗰段经文讲啲乜嘢嘢咧？就系、是、咧有日天使咧就系、是、向佢显现，然后咧叫佢请彼得啊嚟去佢屋企啊。咁呢件事发生之后咧，你睇埋落去咧，唔系话我彼得即刻去佢屋企咁样，听到人叫佢屋企食饭咁，即刻走去，唔系咁简单啊。而中间发生咗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就是嗰阵时咧，就彼得咧就喺度祈祷啊，咁祈下祷就好痛饿喎，咁好奇怪啊，祈祷痛饿，跟住见到异象喎，都唔系发梦啊，冇睇错啊，而系祈祷痛饿嗰时见到异象，见到乜嘢啊？就见到大好大个布里边咧装咗好多唔同嘅动物啦，一啲昆虫啦，同埋啲雀仔啦，又从天嗰度降落嚟，而跟住咧佢听到嘅声音叫彼得，哎，整嚟食啦，咁样呢啲嘢。咁通常咧，如果系你嘅话，即系一块地肚饿，见到布入边装好多即系猪肉啊、牛啊，跟住乳鸽啊，咁你即刻整嚟食啦，系咪啊？即系正常人嘅反应啦。但系彼得话唔煮，绝不可以。我从没有吃过不洁的东西。咁点解彼得要咁讲咧？话唔食咧？因为喺旧约入边咧，就神为咗系将以色列人同埋外邦人分别为圣嘅缘故咧，就系、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咧，唔能够同啲外邦人有密切的关系嘅，特别是因为外邦人大部分都是拜偶像，所以神咧就唔想佢哋就系跟咗啲外邦人就系拜偶像啦。所以咧，我哋睇见旧约入边咧好多律例，除咗佢哋系唔能够同外邦人一齐食饭之外咧，佢哋啲食物咧同外邦人所食嘅嘢都唔同嘅，譬如佢哋系唔可以食。豬肉啦，大家知啦，係咪？譚而家到而家都唔食豬肉嘅，佢唔可以食豬肉啦，佢哋又唔可以食啲有冇魚鱗嘅魚，又唔食得嘅，同埋其他某些昆蟲都唔食得嘅。主要就係希望咧，將呢班人分別為聖啦。咁但係咧，嗰、那個聲音咧繼續就同彼得講啦：啊，唔好啊！呢啲食物以前咧舊約嗰陣時你唔食得，但係而家神已經潔淨咗，你可以食嘅。咁點解有咁嘅異象出現咧？無端端叫佢可以話而家食得啦，而家呢啲嘢唔係污糟嘅，係潔淨啊！我睇埋27節就知道咩原因啦。當彼得去到哥尼屋企嘅時候，佢講呢番話，佢話：你們知道猶太人本來是不准和外邦人接近來往的，但神已經指示了我，不可把任何人當作凡俗或不潔的。原来神就藉着刚才的异象解释给哥尼流听，神已经洁净了食物，你不需要守食物的规条。同时间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缘故，外邦人因为能够信耶稣的缘故都成为洁净，所以就不需要再守另外的规条，就说不去跟外邦人来往。所以现在彼得就可以去到哥尼家吃饭。所以看回呢、这個舊約背景之後，而家明白啦，點解佢
点解呢个白夫长咧就同耶派人同耶稣讲啊？哎，你唔好嚟啦，因为咧你唔应该嚟噶，我唔配得噶，就系、是、因为咧佢自己系一个外邦人缘故，而耶稣系一个犹太人缘故。连单止耶稣系一个犹太人，甚至佢当时啲人咧认为系一个拉比一个老师嘅缘故咧，更加唔应该同外邦人有来往嘅。所以咧佢就推咗耶稣，叫佢唔好嚟，因为觉得自己实在系不配啊。当他自己说自己不配的时候，大家听到没什么特别，但是如果当时的人听见十分之特别，为什么呢？根据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那里描述到什么人才可以做白夫长呢，就是不单止那个人大只啊，很健硕啊，很大得那么简单，而是呢一个人呢除了大只之外，他还要是一个天生的一个 natural 的 leader， 一个天生的领袖啊，是有领导的才能才可以做得的。这个领袖呢需要呢是临危不乱，在最危险的时候时间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混乱，而是呢仍然保持一个很清晰的头脑。更加是临危不乱之外，他还要呢愿意牺牲的。因为白夫长很多时候打仗的时候就先讲过了，是不是就在前线带人打仗的，不是叫人去那么简单。所以愿意牺牲生命。所以成为一个白夫长呢，可以说是当时的罗马人的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一点都不简单。当他说自己是不配的时候，旁边的人个个都一定愕然，哇，不搞错，你都不配？如果白夫长这么厉害的人都不配的话，我们更加不配了。但是当时白夫长实际上他是这样想的，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明白圣经里面当时是不够约，是不让到那些犹太人和外邦人相处。看埋最后一点啦，睇一睇耶稣对呢个白夫长嘅评价。跟住呢个白夫长就同耶稣讲：主啊，不必劳驾，要你到写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白夫长话：你唔使嚟啦，你讲句话就够啦，你讲句话就我仆人即定好翻啦。咁点解佢会？认为耶稣讲句话得，唔使行去，即系去到仆人面前医佢咧，就因为咧，佢话第八节嗰讲，因为我也在人的权下，有士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办这事，他就去办。原来白夫长咧认为耶稣能够医治到佢个仆人咧，唔系因为佢识得。即是某些法术或者懂得特别的医术，而因为他明白到耶稣其实是一个有权柄，他有权柄是医治人的，所以他就好像他自己一样，他有权柄叫属下做事，而耶稣也有他自己的权柄是医治人，所以耶稣就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令到那个仆人好翻，同样地他说一句话能够叫他以下下属做事一样。所以他不单止看见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也看见耶稣医治的能力，因为他是一个有权柄，是特别不同有身份。那当时新约那里一看回耶稣医治一般的医治呢，都是要去到病人旁边的，譬如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那个患流血病的妇人，是不是他要走到耶稣的旁边摸去，另外那个12岁 的小女孩都是耶稣去到他的床前，然后拉着他手叫他起身的。而另外另一段经文我们知道了，就是、当耶稣讲到的时候，那些人又是特登凿穿那个屋顶。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一定要将个病人带到耶稣面前，而耶稣才能够医到他。所以白夫长去当时他说耶稣不用去讲句话就知好去，其实是一点都不简单，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看见第九节，这个耶稣说什么？耶稣听到这话感到惊奇，转身对跟随他的群众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说他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大了，为什么这么大了？因为耶稣到那一刻所有那个的神迹医治都是靠都是需要病人面前，而他竟然间
明白到耶稣不需要因为去知道耶稣医治不是靠触摸，而是靠他那个权柄的缘故。咁呢度讲到耶稣感到惊奇啦，咁讲讲呢个字啊，惊奇嘅呢个字咧，就系喺希列文上面咧系解 to wonder or to be amazed， 意思就系咧系见到一啲事情发生，你好惊讶或者惊叹嘅感觉噶。好多时候咧就好似我哋见到事情发生，你话哇好犀利咁样，咁就系嗰个感觉就系好惊讶或者惊叹嘅感觉。咁形容咩人会系觉得好惊讶呢？咁好多时睇翻旧约呢个字出现咧，大部分咧就系描述到一啲人见到耶稣做神迹咧，佢就感到惊讶，大部分都系咁嘅。但系呢个字形容耶稣而为因为其他人而惊讶嘅咧，喺新约入边咧只系出现过两次嘅啫。而另一笪地方咧就系喺马可福音第六章啦。马可福音第六章呢度咧讲到耶稣到了安息日，他开始在会堂里教导人，许多人听见了都感到惊讶。点解啊？因为佢哋见到耶稣嘅智慧，同埋见到佢所行嘅神迹，所以啲人好惊讶。但系当除咗呢班人好惊讶之外咧，跟住耶稣咧同样感到惊讶。你知唔知耶稣点解感到惊讶？唔系因为惊讶啲人觉得佢咁犀利啊？而是惊讶什么呢？惊讶因为他们仍然不相信这班人。虽然这班人见过听过耶稣讲道，觉得耶稣讲道非常之犀利，见到他的神迹，觉得他的神迹是真的哇完全不可能，就是这么大的神迹。但是竟然间的人见过这么多东西，听过这么多道，但是他们仍然不信。耶稣惊讶，可惜的在段那里是惊讶他们仍然不信。为什么你们还可以不信我呢？你见听过这么多次道，见过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你们还可以不信我呢？这样跟着耶稣除了说这个信心令他惊讶是非常大之外，耶稣也说到在以色列我也从没有看过。耶稣在传道在见到这个人之前那一刻，他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人好像这个白夫长的信心那么大。因为刚才的经文给你看见，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相信他，大部分人都不愿意不相信他，而且那些人还是一些属旧约的人，一些是犹太人，竟然不相信他。反而他一个外邦人，一个不是自细就懂得圣经的人，他听见耶稣的事迹，他能够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耶稣为到这个白夫长的大的信心而惊讶。其实当我讲到配或不配的时候，我们看见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长老觉得他配，因为他为到当时那个的会堂捐了很多钱。白夫长他觉得自己不配，因为他自己的外邦人不配耶稣去到他家。但是耶稣没有说配定不配，耶稣看到的就是他一个很大的信心。所以个问题不是配定不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你配定不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配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因为神为我们而死是一个恩典，而恩典不是因为我们配缘故，而恩典是因为神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而死，白白为我们而做的缘故，所以不是配与不配的问题，而是究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信心呢？这个才是最重要。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讲回刚才那段经文。刚才讲过了，在会堂当人听耶稣讲道的时候，见他行了很多神迹之后，他们仍然不相信。但是这个白夫长竟然间未听过他，没听过他讲道，他不敢走到耶稣面前，他也不敢接受
接近个耶稣，但竟然间有咁大嘅信心，点解有咁大嘅分别呢？一啲听过好多道嘅人，未必一定可以相信到神。同样，一啲可能你唔系听好多道，你亦都唔系对圣经一定好多熟悉，或者系读过好多好深奥嘅解经书，但系佢哋可能佢哋嘅信心会比我哋大。咁另外谂起一啲嘅朋友，佢哋就喺中国大陆嗰度出世，又嚟呢度嘅。咁佢哋咧好大部分咧都唔细嗰阵时系唔认识神，好多时都系嚟到美国读书嗰时认识神，但系。对你让我惊讶的就是他们竟然间信的年日比我们少，他们听到年日听到的次数比我们少，但是他们信心比我们还大得多。很多时候我就很羞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班信徒，我们听的道可以说是什么道都听过了，就好像那班以色列人一样，他听过耶稣讲最好的道，而我们今天都去听过最出名的报道家讲道，我们听过不同的报道会，我们看过不同的书，查过用很多时间去查经，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第一班人呢？我们是不是一班听到很多的人，但是我们所听的道对于我们的信心的影响不大呢？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一班信主年日长的基督徒，是值得反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不能够被一个初信的，或者是一个信得不是太久，知识不是太多的人的信心那么多呢？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包括我自己在内。另外，如果当中是有些未认识主的朋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成为第一班人。可能你回到教会已经很久了，你听到都听了很多次了，每次听到的时候你都是觉得牧师讲的是对的，每次你有事的时候，你身边的信主的朋友或者身边的亲戚为你祈祷，你都见过神是听你祈祷，你见过神在你身上行过很多次神迹，但是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一班人，他们仍然不相信，他们仍然不相信。希望有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不会说耶稣会为我们惊讶，因为我们不信，而是我希望大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会为我们惊讶，因为我们竟然间是做了一些事是荣耀祂。那我想第时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见到耶稣的时候，有什么事可能祂觉得惊讶呢？这样那我就想那会不会就因为我大家都熟悉我，都知道其实我平时是不多讲嘢嘅，即系好沉默嘅。就算讲嘢咧，都系即系咬字又唔清楚啊，咁就扭你啊，或者有时候讲嘢咧就讲错啊。但系我希望咧有一日到神面前嘅时候，耶稣会为我惊讶，因为虽然我系一个即系唔系太识讲嘢嘅人，但系希望我嘅道都能够系帮到一小部分嘅弟兄姊妹啊，至少。咁耶稣希望耶稣喺呢方面能够惊讶，因为我缘故。咁我想问大家啦，有一日你去到神面前嗰阵时候，神会唔会为到你做某些而惊讶呢？或者系你可能都系好怕丑嘅，但系当你去到一啲未信人面前，见到佢哋未信主嗰阵时候，你愿意当向佢哋传福音，你可能你讲得唔清唔楚。可能讲到口窒窒，但你愿意咁做嘅时候，我相信如果你愿意咁做嘅时候咧，当日第一日你见到耶稣嘅时候，耶稣一定会为你惊讶。虽然你口才唔好，虽然你成日讲错嘢，你又怕丑，但系你在信主人面前，你竟然愿意为我缘故，愿意系放低自己一啲嘅不足。
同样地，有可能当中有弟兄姊妹是比较年长的，我希望有一天你们去到神面前，耶稣都为你而惊讶。惊讶就是虽然年纪这么大，但是你仍然在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愿意是抓住每一刻每一个钟头每一秒侍奉神。有一天希望耶稣能够为你而惊讶。或者当中大家是在湾区工作，大家都很忙，但是希望有一天你去到神面前，耶稣为你惊讶。为什么？因为虽然你这么忙，虽然你可能每一天要回十个钟头的工，一个礼拜回五六十个钟的工，但是你仍然愿意抽空回到教会那里去侍奉他。你没有因为你那个的你那个的环境的缘故，但是你仍然是尽你最后一份努力去侍奉神。我相信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天你见到耶稣，他都仍然是为你而惊讶。在结束的时候要分享的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其实有很多身边的人或者弟兄姊妹都是相继离去。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聚会停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停止那些人离开这个世界，连回到父神的身边。而我自己在上个月呢，都有三位的很尊敬的属灵的长辈离开了，在一个月之内。第一位就是教我讲道那个的教授，他令我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学讲道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怕讲嘢，很怕 public speaking， 更加是即系上堂的时候讲英文，即系讲道，所以是非常之惊。但是嗰课程完咗之后咧，佢约我哋每一个嘅人即系倾，即系讲，俾佢 feedback。咁佢同我讲，佢话 Alan 虽然即系佢冇咁讲嘅，即系我知道咁谂嘅，即系虽然你讲得唔系太流利讲嘢咁样，咁但系咧佢讲。但我相信有一天，如果你有机会讲到，你会对你的会众是能够有好的提醒的。今天我仍然想起这句说话，因为在几个礼拜之前他就回到天父身边了，就因为他要去探他的女儿的缘故，因为他的女婿意外地死了，而他探望他女儿的时候中风，而突然之间离开了，没有一个人是每个人想到的。第二位呢，大家会是熟悉一点的，就是叫麦希珍牧师，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的。麦希珍牧师虽然我和他 personally 没什么是不熟悉，但是二十几年前听过他一次讲道，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的，就是他讲道的时候那个能力，那个的牧养那个人的心肠，那个是能够在讲道当中能够带出来，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敬佩的人。而是他在没多久之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他离开了世界。而第三位离开了世界，我最非常尊重的牧者，就是我以前在波士顿那个的主任牧师，他那时已经退休了。他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我那时是读大学，我是即系第一朋友咧，系啲同学咧就叫我啊，你嚟团契啦咁样。咁其实好时好惊，因为从来未去过教会嘅。我第一次踏足嗰个教会嗰时候，咁我就认识咗呢个牧师。嗰阵时佢都年纪都好大啦，已经都我谂五十几咁上下，五啊几六十咁上下。咁我见到佢嗰时咧，咁通常都见到啲牧师啊，或者你而家去到啲。即系都会好惊啊，尤其是年纪大啊，系嘛？即系好严肃咁样样。咁但系佢完全唔同嘅，系一个非常之幽默，而系非常之和蔼可亲嘅牧师嚟嘅。所以因为佢个缘故咧，我咧就继续留喺间教会，而收尾信主洗礼，而系就我嘅洗礼都系去帮我举行嗰个洗礼，同埋结婚嗰时都系去帮我做个嘅结婚嗰个嘅牧师嚟嘅。所以对我来讲都是非常之好不舍得。相信他们这三位去到神的面前，我相信耶稣都为到他们而非常之开心，因为他们在世上，他们用尽
佢一生去侍奉佢。我希望大家喺呢段时间都系可以思想一下，有一日我哋都会见到主耶稣面嗰时候，耶稣对我哋会有咩评价咧？佢会点睇我哋咧？我哋做个结束祈祷。主，我哋见到今日睇嘅经文入边有两班人，一班人系令你非常之失望而惊讶，另外一个人令你非常之欣赏，或者系非常之系开心嘅，你为佢而惊讶，因为佢有对你有好大嘅信心。主，其实我哋有一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翻到你嘅面前，我哋都要面对神，求主都帮助我哋，俾我哋呢一刻，我哋仲喺世上嗰阵时候，提醒我哋应该点样过我哋每一天。虽然我哋喺疫情当中，我哋会感到好无奈，我哋会感到好攰，亦都感到好多时候都想即系停下落嚟休息。但系主啊，都帮助我哋。当我哋系咁嘅攰嗰时候，俾我哋有能力，我哋有一个嘅冲劲，再一次系为神去服侍你，去侍奉你。虽然可能我哋服侍唔能够翻到教会，可能我哋服侍只能够透过我哋嘅家人，我哋为佢煮一餐饭，我哋为佢开车送去唔同嘅地方。我哋每一天为到家人缘故而上班，但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我做每一样嘢都系因为我哋侍奉你嘅缘故。我哋唔系单单因为要为咗揾食，唔系单单要为咗煮一餐饭，为咗痛饿，然系我哋做每样嘢缘故嘅时候，我都系因为我哋爱主嘅缘故而侍奉。所以主啊，求你提醒我哋，叫我哋睇我哋每日工作都成为一个侍奉，带到你面前。以致我哋有一日去你面前嗰阵时候，耶稣你会为我哋而惊讶，为我哋每一个人而喜乐。我哋有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啦，讲到就完毕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唱我哋三一颂。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我哋多谢阿王传道咧，从路加福音第七章。教导我哋，让我哋睇到我哋喺神嘅眼中乜嘢系配，或者乜嘢系不配。让我哋喺个时间，我哋一齐低头，我哋领受上帝嘅赐福。我哋一齐低头，愿耶和华我们嘅上帝继续眷顾这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我们上帝嘅眼目常常眷顾这地。愿耶和华帮助我们在这新嘅一年留心听他。留心他吩咐我们的诫命，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又愿耶和华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怜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躺念垂顾你，赐你平安。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再一次多谢你在网上和我们来到去敬拜，请大家咧都系继续嘅嚟到为我哋祷告，特别今日晏昼我哋有呢一个二月份嘅执委会所以请大家为我哋祈祷，愿神赐福你。
Thank you.